地区这几天都有出现明显的雨势，部分地势较低地区道路以及地下道路有积水。西港溪埔寮堤防路段因为时间未去排水，地数多处积水上尾有十公分高。这个哦，0730豪雨哈。咱造成咱台湾地区哦，足侪所在拢有淹积水啦吼。啊，伫咱西港地区哦，相对之下吼，伫咱即几冬的迄个款哦防汛作为吼，拢做了排水拢整治了真好，所以就咱即届吼，个淹水的区域个较细，啊较。即个靠涌靠淹水的所在造成讲哦，民众不便的所在，就是咱溪埔寮迄个防汛，迄个闸门溪的防汛道路下骹遐吼。遐因为真咧做迄个道路加高工程啦吼，啊造成讲哦，有诶部分的积水哦，较无容易提啦吼。啊，所以哦，伫迄个咱前日咱。前日拜六的迄个阮的豪雨啊，哎，暗时好大雨，佮造成讲咱迄个阮迄个路面哦，拢阮就做者封闭啦吼。第一站开始出现小阵大雨了，溪埔寮堤防路段因为积水过深，暂时来封闭。但是积水伫雨势小歇了，就有消退，目前嘛暂时开放通行。因为这几天哦，一直到礼拜拢有可能会有迄个瞬间的豪雨啊，吼，诶，嘛有可能会造成咱的迄个款哦，咱阁有淹水的现象啦，吼，啊，希望讲大家哦，爱随时注意吼，咱政府对这方面的公布啊，知影讲哦，迄相关的资讯啊，我拢会伫个网络公告，互咱知影，哦，啊，希望讲哦，大家爱注意者。区长林根汉嘛好哟，最近拢会出现熊熊的大雨，民众爱提悬警觉，并且注意路的状况啊，阁有气象的资讯。南特新闻台山西港采访报道。